它怎么都按块来数来算的？这火鸡面按毛，按毛，老铁，按毛一单，按毛算，老铁是真不想卖，是真不想卖，老铁。哦，下次卖不定什么时候了，你能赶上了，老铁，29.9元给你发22包，你去抢一单，你去拍一单，好不好？最后五个数，这个品就下掉了，链接下掉了，不再介绍了啊。很辣吗？不是特别辣，还有吧？没了，没了。这玩意儿你能绝对不能给你留着，太好吃，我都没够吃。29.9元22包，最后五个数，五四四三三二二一。Yeah! 好，收了，老铁。嗯，哎，这会儿白在这儿跟你说不同话。嗯，大灰狼你小白兔啊，王怼怼，哎，卖。王助理咋胖成这样似的？天天说减肥。减胖呢？越减越胖。辣椒的老公，对。你谁吃啊？嘉哥。辣椒姐留着，把我这个肉吃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赵博过来，赵博过来吃点。让他干啥，老姜？哎，你又说赵博过来吃点，赵博过来吃点，赵总过来吃点。听不见，不理。别让他过来吃了，你们别让赵总过来吃了。剪头发帘了，对。王助理给我剪的，好看不？有点短了，说实话。来口肉。那烤肠，这个肠呀，好嘞，你们带下这个肠吧，这个肠挺好吃的，老铁。它这个是什么肠呢？就是那个，风味排骨肠。然后这个风味排骨肠呢，就是那个熏煮香肠，配料就是鸡肉、水。淀粉、盐、白砂糖，这些它是鸡肉肠是吧？鸡肉排骨肠、排骨肠、排骨肠，鸡肉排骨肠很好吃的。拿个剪刀来，赵博上来吃，好嘞，让赵博上来。别喊赵博了，赵博他不来，他不来吃，他惜命啊。赵总过来吃，赵博过来吃，好嘞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肠哈。他们这一根的话是多少克的？120克啊！这一根120克。博哥，你那么难请吗？你这么难请吗？你掰开看一看啊！这个肠老好吃了，平常下火锅里去煮啊！你看这个肉，老铁们，你看这个肉丝，看着没有啊？满满的全是肉，非常香，非常好吃的。看见没？你平常切菜呀，就是切成小片，调个小凉菜，或者是。下火锅里面煮螺蛳粉的放一点，煮火鸡面放一点，是不是？炒鸡蛋吃，炒辣椒吃，或者是拌凉菜吃，下火锅里吃，多好吃的，老铁，嗯，多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满满的都是肉，肉感十足，不是那种淀粉肠啊。一包一根的话是120克，平常在超市买的话，这一根至少要7-8块钱的，拿一根1块钱一根的了，1块钱一根，这一根至少要你7-8块钱吧，5-6块钱总得有吧，是不是？今天在小鱼的直播间来。29.9元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四根，五根，六根，七根，八根，九根，十根，29.9元十根，一根才划2.9元，合适吧，老铁？超市里一根1块钱的是这样的肠，咱们家2.9元一根的是这样的肠，今天拍下的29.9元十根，对不对？11根。12根，13根，14根，15根，上上来，给力！上一盘了，29.9元，15根排骨风味肠啊。然后它精选的鸡胸肉，鲜而不腻，肉质非常细嫩，鲜嫩爽口，淀粉含量不会超过10%啊。然后肉质含量非常高，然后结实紧实，大力的肉感。啊，而且是口感非常 Q 弹的，非常好吃的啊！现做现发，保证这个最新的口感啊，老铁们。29.9元，15根是吧？1.9元一根，老铁。1.9元一根，你看着没？1.9元一根，120克，这么大一根。
超市里1块钱一根的是这么小一根，老铁你看这个区别没有，只多了9毛钱，老铁这么大一根不香吗？是不是平常吃泡面的时候人家泡这么小的肠，咱泡这么大的肠是不是很有面子？是不是老铁？炒菜的时候切成小片，炒个鸡蛋，炒个什么菜，炒个辣椒，你不管炒什么菜你都可以放烤肠，放这个肠子，老铁是不是？你炒任何的菜你都可以最后出锅的时候接点小肠给它接里头啊，是不是老铁？多好吃，切成小片下火锅吃也好吃啊，然后或者是调个凉菜也可以，随时饿了随时拿出来去吃，一根120克，29块9毛钱，29块9毛钱发15根，铁子发15根啊，好吃老铁。疫情地区发嘛，你去拍拍试试，能付款成功的都能发，能付款成功都能发。16根，谁扣的16？这是？你就当没看见啊，15根。我当没看见，我瞎呀！我当没看，满屏都是16的，就别的证呢还。15根。咸吗？不咸了，老铁，不咸。我听说你很厉害，我跟你说。我来之前，我听说你很那性情。我听说你今天挺性情，但是我来之后，你的日子结束了，好日子。你谁呀？你左右老板意思？你们个个都左右老板意思在这里啊？我不需要左右老板意思，因为我是你老板。你可拉倒吧！你还我老板？嗯。没有我，你是狗屁你。没有我就没有你。你是我爹呀？哎，看不着吗？老铁都要16根了。找路了小伙，大方的说你俩找路了小伙，大方的找路了小伙，大方不了。16根马上拍，你看老铁都说16根马上拍。最后几十根。16根马上拍，给不了。正常老铁们，咱之前卖14根的都知道吧？今天给你们发。给你发15根，说实话很合适，大家都要16根。你要16根真拍的话，老铁，这之前拍下这400来单也得发16根，老铁多难。我这么说吧，29块钱，29.9块卖你们15根，我一共挣了2.3块钱，一共挣了2.3块钱。你要让我再给你扎一根16根。平均一根1.9块，再减1.9块，我剩4毛钱了，铁子。29.9块4毛钱可以，哥，4毛钱。关键我火鸡面才挣2毛。不是你行了，4毛钱可以。你说铁子，咱摸着心说的，四毛钱可以了。刚才那火鸡面才挣2毛。你去超市买个东西，你说你就挣4毛钱就行了，他卖给你吗？可以，可以啥呀？4毛钱可以，利润挺可以了。刚才那才挣2毛，那火鸡面那不咔咔也卖，薄利多销。老铁说的对，薄利多销。来，听好你的手速，给我上1000单。你少废话，给我上1000单。我跟你说，我刚搭了矿泉水庙，还没顶水来，我要顶矿泉水庙，一会儿我要你。我再跟你说，我一共让够要了3回。第一回搭一面，后两回没都没搭，都要冒险了。给我刷1000单，已经拍下了500单了，老铁，还有接下来的1000单，总共1500单，29.9块，15根，咱之前都卖14根了，今天15根，付款成功，再加一根，16根，上车了。1000单加好了，给你拍了。你真没法掰着，全买了500单你都得播。刚才这500来单拍下已经早付款成功的，老铁，我都给你补上，都给你发16根啊，16根长，老铁啊，一根，我算不算不，老铁？1.8块，老铁，1.8块这么粗一根，超市里1块钱这么细一根，老铁，你看这区别，1.8块，1块，你愿意买哪个？对不对，老铁？啊，29.9块，16根啊！你平常你切成小片，拌个小凉菜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吃泡面的时候，人家吃泡面放这么小的肠，咱吃泡面放这么大的肠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平常炒菜吃火锅都可以往里加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29.9块，给你发16根排骨风味肠，排骨风味肠，右下角直接去拍啊！右下角直接去拍，真的好吃，老铁。
有金针菇吗？段子里尝不到，没有。嗯，金针菇没有。900单了，最后100单。什么牌子？弘毅食品风味排骨肠，120克，16根，破机制爆单走量。你看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唉，太难了。以前拍过，你绝对不是拍的16根，绝对不是16根啊！今天是头一回卖16根，正儿八经的头一回卖16根，看着没？里面满满的全是肉，肉感十足，非常 Q 弹，好吃。大粒、大颗粒、大颗粒。拍完了，你赶快下呀！你拍完了。大颗粒、大颗粒的肉啊！大颗粒、大颗粒的肉。你怎么对我的员工说话呢？我只是对我兄弟说了个阐述个事实。一单挣4毛钱，我不让他赶快下呀。你怎么跟我的员工讲话呢？真的是。那是我兄弟。你兄弟，你私下论兄弟，现在是工作时间。那我就给他论兄弟。什么肉？它是精选的鸡胸肉，鲜而不腻啊。可煎可炒可炸。嗯。煎着吃炒着吃也好吃，再上点呀，再上点，老铁，我只能15根了，好吧，老铁，你要是再上没拍着，我再上15根上车行吗？行，15根可以，15根可以吧？15根可以。有一点啊，你们拍完了就是别吱声，也别说啥啊，咱刚才拍的都拍了，别说话了。你看，16根。你现在都拍完了，你说你们没拍吗？嗯，你拍下的就拍呀，别原意了，老铁，行不行？看看，别吱声。16，还扣16。是现货吗？现货。多少没拍到了？来，扣个1，老铁们。老听这男的吼，嗯。我没扣，我现在说话不温柔吗？媳妇啊，咱还送个运费险啊。这么多扣一的，来给我再上最后500单，拼好你的手速，老铁们。15根。最后500单，29.9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拿去，14根这是。来15，右下角直接去买，最后500单能抢着就去抢着啊！29.9元。咱送运费险就行了，咱不行吗？咱送个运费险去呗。29.9元，16根上车了。我也好了，你们真的很好吃，特别香，你不管怎么吃都好吃，里面满满的是肉啊，满满的肉，还有这个大颗粒的肉，切片吃，调凉菜吃，吃泡面，吃螺蛳粉，吃这个吃火锅，炒菜，炒辣椒好吃，嗯，炒个菜都可以，快出锅了，你不管炒什么菜，快出锅的时候都可以加点这个肠的，嗯，好吃。29.9元，给你发16根，16根，最后数10个数，最后10个数下掉了，不介绍了，老铁们，好不好？开美颜吧，开什么美颜？你这么好看的，再开美颜不得迷死你？1500单拍好了，拍完了，我还没数数呢，那就别数了。这么快呢？我还没提库存呢。我们别提了，还送个运费险呢。还送运费险呢？把运费险撤了吧，别送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撤了呀？不是，你要不15根送运费险也行。15根送运费险行吗，老铁？你要再上15根送运费险。16根送不了我运费险吗？我的运费险咱还花钱啊！花多少钱呀？花多少钱啊？5毛一单，运费险1单5毛，你送16根还倒贴1毛呢。哦，这个样子啊！你看老铁都说你小气。不是，我这一单我要卖16根，这一单我挣4毛。我要是再送你一个运费险，这一个运费险5毛，成本啊！真是，成本啊！你一天就是气，你看老铁都是气，气啥气啊？
十六送是吧？来，还十六送，来拼好你的手速，我最后再上五百单，好不好？我数十个数，这个品过掉了，好不好？能拍的去拍，能抢去抢，没付款抓紧去付款，我就不介绍这个品，人下掉了，好不好？29.9元，29.9元，老铁，你在超市买的话，你29元，你最多买个四根呗，了四五根差不多吧，是不是？四五根差不多，因为一根的话，怎么着都得要你5-6元的。咱们直播间，这多少根？五根是吧？六根。哎妈呀！六根、七根、八根、九根、十根、十一根、十二根、十三根、十四根、十五根，所有拍下最后五百单，16根上车来！我给你买了，29.9元发16根排骨风味肠，真的好吃，里面大颗粒的肉啊，香好吃，炒菜吃，拌凉菜吃，泡面吃，煮火锅吃都可以，煎着吃，炒着吃，炸着吃都行，怎么吃怎么好吃。打开开袋计时，直接打开吃了都可以吃。29.9元，16根肠，然后还送运费险啊，老铁，都有运费险。肠肯定是熟的啊。1800单了，不到200单。淀粉含量是不超过10%的淀粉含量的啊，非常少的一个淀粉含量。最后数十个数，这个品过掉了啊，不介绍了，好不好？什么肉？鸡胸肉。排骨。排骨风味肠。最后数十个数，29.9元，16根排骨风味肠，十。看这个肉没了，铁们，满满的全是肉。干净的，你看这四周的肉丝来了。大颗粒肉啊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。最后五个数，以前卖过，对，以前卖的最早一开始卖14根，后来卖了15根，后来搞活动才给你发15根，对不对？今天所有拍下，我给你发16根，之前从来没有卖过16根，大家都知道的。真的，今天是破机制了啊！16根，我还送你运费险。我数到几了？以前还没有运费险。八、七、六，五个数下掉了，不介绍了，这个品过掉了，不再介绍了，天啊！你能拍去拍，能抢去，没付款抓紧去付款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收了，老铁。哎，那从八直接五了。你管我？不是管你啊，我不管你啊，我就觉得你这数学没学明白。你学明白了。最起码我知道1+1=3。来吃肉，锅上人气，哥，坐人气来。让他躲开，让他上来的是你们，让他下去的又是你们，你们一点事真多。你是让我上还是让我下？你说谁事多真多？我说你事真多。说我行，说我可以。你说你是让我上去还是让我下来？别说粉丝就行，说我可以。粑粑干没了，也有，但是转价了。反正了，哥吃肉找人家。吃肉找人家。拿个勺来。我吃你吧，来吃吧。吃肉还行吗？让你吃个肉多困难吗？你不知道，让他吃个肉真挺困难，挺费劲的。说实话。哎，好吃，还有腊肠呢。这眼神真是，咱不到，那啥眼神？藐视你。燕子那个发那个作品，你那个照片，他那啥眼神？我看看了。咱不到。那啥眼神？董事说那天他那眼神好像是要吃了人是吧？本人吃要吃掉是吗？抹啥一切都？你那啥眼神？我今天问你一天了，你啥眼神？我就看你的经典，我放最后了，知道吗？就看你的经典。你看赵博，你看赵博干啥呢？你看他那眼神，我正许愿呢。不好意思。你看我大撇灯快乐。大撇。你说大撇啊？看见没？
你看赵博那眼神，我昨天就是过生日的时候，我正许愿呢，他那啥眼神？你必须解释一下子，哥。解释啥？放大。你看什么眼神？放大看。哎呀，你看放大。我天生就长那样。你天生就长得凶神恶煞。对呀、啊。你不爱我。你一看到我许愿，你应该是我瞅瞅你俩，就是那种你瞅着很开心，我媳妇又许了一个愿望，祝愿她愿望成真，你应该很欣慰的那种眼神看我才行。你这样看我是啥意思？对呀、啊，我看的不是你，我没看你。你看你现在的眼神，刚才的眼神。我只是啥，脸扭的角度有点不对，然后我就拿眼神来凑，啊、知道吧？脸没扭过来，当时脖子疼，然后只能拿眼神来凑，这样了。你看我要这样看就是正式了吧？你不爱我，我角度45度角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得拿眼神来凑了。你看你的，你的眼现在也是这样斜的，你知道吧？你没转过来那头，那不得拿眼神来凑吗？是不是？那眼珠子往那跑跑，眼神往那凑一凑就够了。怎么着得看你拿个勺，你看掉人了，哥搅半天没上来。好，你干啥？吃肉上人，哥来。不想、啊、我不吃，我吃他吧。那你坐旁边吃吧，让老许在旁边吃肉行吧。不是，俺俩在一起不合适。咋不合适呢？啊，咋不合适呢？来，那你在后面吃去吧，行吗？你在后面吃行吗？我在后面吃啊。嗯。佩锦啊，佩锦干这个吗？你叫人家佩锦干啥来？佩锦吃完饭吗？啊？晚上吃饭吗？搂着。没吃啊？吃了吃了。吃了多饱，饿不饿？饿不？加个餐。饿不？说你，你肯定饿了。来，哥呢？帅哥呢？来，肯定饿了。来，他叫啥？他叫裴鸡。裴鸡。他叫裴鸡。来，裴鸡坐，裴鸡坐。啊，我说的这么耳熟呢。你干啥那么容易？让人家吃啊。耶，你说那话。人家上来吃你了，你咋不让人家吃？我上到你那里了。你想吃什么口味，裴鸡？于姐给拿了啥都好吃。好嘞，嗯，心疼玉女，哎呀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我家赵博想今晚我不该别人讲了，我就不是陪衬，把我衬走了，一个失主。好，我也走。好，我也走。这男人是谁呀、啊？我们家采购的，采购的。你姓什么？姓张。张培鑫，你看。他叫张培鑫，他有时候一喊他张培鑫，我以为叫我名字呢。赵培鑫，我叫赵培鑫，那我们俩老听差。小哥哥是谁？采购。你喜欢他吗？他长得帅不帅？问他就行。好，在这儿问他。问啥？问他们。问你。师傅，我觉得此时此刻你应该休息一下。好。嗯。把麦你给裴鸡，不是裴鑫是吧？裴鑫。嗯。王队队，弟弟就叫裴鑫。哎呀，开个美颜还得好嘞。哎呀，咋你嫌他太丑啊？你开个美颜，觉得我太丑，我脸红了，我挡一挡。哎、你不坐着没事。坐着没事。咱俩还说吧。都在这儿了，你怕啥、啊？还把你昨天那个酒劲儿拿出来。先坐哥。你把你那米，把你玉姐米放下来，把你那米放桌子上。嗯，别出镜，那一天。马牌会拉账呢，笑一笑，不用这么严肃。你干啥呀？男的耳朵好红，他可能害羞吧。他不像我，我脸皮比较厚。老许看见他就开心啊。为啥要为难人家不行？好，你去里边坐，不要再说话了。哎呦我去，你都喷了，师傅。是吗？般配吗？昨天燕子姐和拉拉姐喝多了，非得给我找对象。我是清醒的啊。啊，你清醒了，他俩都清醒着呢，装喝多了给我介绍对象，然后就把他给拉过来了。你俩昨晚聊天了吗？没有，
昨天我回来在吃饭，吃点话呀！你说这是干啥？不好意思，不敢说话了。这是谁？你是谁？你认识在吗？你认识在吗？看一下屏幕。啊啊！我是那个采购。他是咱家采购人员啊，宝宝们，也是咱家，不经常来这边，偶尔来一回。你多大了？21，等我一声喊。别紧张，21周岁吧？把你昨天那个是不是还想要瓶酒？那意思？不，21周岁。几月的？6月的。哎，跟我同一个月。没事，把你昨天那个给教我的音头使出来。采购，采购什么？什么的？采购，你哪个产品是你采购的？自热米饭。自热米饭是你采购的吗？不是，那个烤盒倒是。烤盒的，没有链接了，换一个。这米饭不也是你们、啊、你家老板的米饭也是米饭是你采购的是吗？对，真的吗？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以及肯定。那你就是说你可以跟那个谁，可以跟老板对上话。对，好是吧？来，自热米饭吃过的老铁们来我评价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让给我吧。让他试试，我走。你坐着坐着，呀，你搬了搬了能走干啥来？你咋能走啊？米饭上车，老许老是审人家，没有，正常聊天。来采购，这个是你吃点米饭吧。这个是那个，你看咱这个量哈，老铁们量非常大。咱这个是腊肉的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腊肠的。腊肠的。然后这个是鱼香肉丝的，还有一个来，牛肉，菌菇牛肉，咱家采购人员啊。菌菇牛肉的，你看它这个量真的都很大，老铁们一份就吃的你饱饱的，老铁一份就吃的你饱饱的。你平常在外面吃一份米饭的话多少钱都得，是不是都得让你盖浇饭，是不是都得十好几二十块，对不对？20块钱吧。这个自热米饭呢啊，回到家不用动火，不用动电，一杯凉水就可以吃，非常方便。包括你出门游玩去哪玩，吃饭不方便，直接来一盒就可以。对啊，我在超市里也有同款的，这么一盒哈都得要你25块钱。今天在小鱼的直播间39.9块一桶，两桶，三桶，四桶，五桶，我去，39.9给你发五桶，合适吧老铁？合适。今天所有拍下我再加一桶给你发六桶，39.9六桶，花多少钱一桶了？来上去快点，后面拖着来。后面的人呢？39.9给你发六桶，多少钱一桶了？6块6.5，6块钱一桶，老铁们，想要吗？想要的这个要，我看多少想要的。这个量是真的大，这量是真的大，一份吃的你饱饱的，不管你是男生也好，女生也好，这一份都够你吃的。上错了，还没上架呢，老铁，要是不是？来，今天所有想要的，39.9不要你的，直接给我改价。可以改价吗，裴鑫？这个改不了啊！这个改不了，上道了一会儿啊！我说改价就改价，谁也阻止不了老板。给我改价，之前都是39.9，对不对，老铁？对哪对？之前是不是39.9买过？今天39.9不要你的，直接给我改价35.9，上车来！给零。还有吧，老妹儿，给我尝尝这饭，我太香了。35.9，我给你发六桶。上车呀，哥！上了，可以拍了。鱼香肉丝的啊，你看这个量真的是超级大。你计算器来，真香。几桶六，5.9一桶。你在外面吃一份米饭都多少钱了，对不对？吃一份米饭点一份菜都得十好几二十块吧，对不对？而且告诉你，你这个回去直接你就不会做的，来，我教你怎么去做。上错了吗？里面的链接呢，裴鑫？价格错了吗？没改价吗？啊，这么费劲吗？改个价？紧张了，你别紧张，感情慢慢处。你说你这一天吃饱后，紧张啥呀？不会做的，我教你们教你们怎么去做啊，老铁们。打开这个盒子，把所有的东西先拿出来啊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加热包，加热包的话你放在最下面啊，先不要管它啊，先不要管它。然后这个是这个水，那男的是谁？咱家采购啊，
然后这个水就直接倒进去就行了，直接倒进去啊。然后这个是它的米，这个米呢就是长粒香米，非常香的一个米啊，老铁们，非常香，直接倒里头就可以，不用去清洗，这个是清洗过的米啊。然后勺子，勺子有，这个它这里面自带勺子啊。然后这个是它的菜包，菜包你改了吗，哥？菜包放在这上面啊，然后还有一包调料，这个调料可以煮好之后再放，也可以现在就放啊。然后进行搅拌一下啊，老铁们，搅拌一下，然后这个就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就下加水，加什么水都可以啊，最好是就是凉水，只要是凉水就可以，然后把它扣上，然后再把它盖上啊。你看就光这样看就很有食欲了，对的。然后你就盖上，等待个15分钟就可以吃了。啊，没改价，哥啊，没有塑料味啊，哥，这里面有勺子，老铁，嗯，有勺子，你用这个吧，师傅，不用那个了，谢谢你。勺子没有，关键的，再拿一个，勺子，再来，我来一杯，你让我吃点行吗？你别撕了，姐姐，喝呀。嗓子疼，我不得挑着吃吗？我今天不舒服。啊，那行那行，我不得挑着吃吗？慢点，细嚼慢咽啊。好嘞，嗯，细嚼慢咽。哎，真香。吃个串儿串儿，好嘞。大师姐吃不了，让吃点饭。一天没吃饭了是吧？真没吃。嗯，你细嚼慢咽。你细嚼慢咽。嗯，光吃药有点烧胃，干吃播的吧，这玩意儿没有办法。串串串，对不？因为这玩意儿故意涨价了，老铁，故意涨价了。嗯，涨价了，现在啥不涨价？稍等啊，估计是卖不了，下一壶。走，还没吃完呢，刚才老铁。还没吃完呢。嗯呀。自己私下喝吧。下一个吧，下一个吧，改不了了，下个。下一个，下一个啊！这个这篇翻篇了啊。嗯，把我的蛋糕拿过来，吃点蛋糕来。没上车，嗯，改不了价了，改不下来了。现在那个啥，费劲罢了，一天。啊，我去，胳膊疼，我这个胳膊那么疼，我打两针，为什么这边疼，这边不怎么疼啊？为啥呀？因为你那边的活动这块不经常活动。已经下单了，我都没上链接呀，怎么下的单？打的是什么？狂犬疫苗。今天如果我要是不正常的话，不要介意，我可能是狂犬病发作了，没法上架。嗯，等一会儿再换个品吧，这个品照不了啊。赵博哈，赵博小时候也被狗咬过，他被狗咬过3回，第一回打狂犬疫苗了，第二回没打，第三回也没打，然后距离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然后这个狂犬病呢，一般都潜伏期在20-30年那里。他这个潜伏期还没有过，说实话，我属实有点害怕，我可能不得好死，我可能会死在赵博的狂犬病这个那个嘴之下。好了，治明白了。你治明白了是不？吃完了都还治明白了这个？不好意思，我没搂住，我都吃完了，就剩一盒了。给他改上挂上吧，不卖了，这个品过去了啊，你给他挂上吧，我就不介绍了，行吗？然后改月了，嗯，然后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老铁们，说实话不好意思啊，嗯，改价35.9元，而且我再加送一桶，给你发7桶，行吗，老铁？表达我的歉意，就是属实这个链接没整好，链接没整好，然后你们之前刚才想拍的你就去拍，然后不想拍的就听我聊天，好不好？给力，35.9元7盒，35.9元发7桶啊！我去，
然后是两桶广式腊肠，两桶鱼香肉丝，两桶菌菇牛肉，另外一桶随机啊，你们自行去排就行了，不介绍了啊。你倒是上来哥，上来可以排了，给力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师傅，35.9就已经很优惠了，又多给一个。嗯。因为35.9发六桶的正常应该是，但是一直没改价，刚才一直39.9一直没改价，然后就让大家等那么长时间，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我再加送一桶，给你发7桶，右下角直接去拍就行。我这个因为我的样品全吃完了，我样品全吃完了，价格都没改下来，所以说我没办法再介绍这个东西了，因为再煮的话还得再整15分钟，所以说我就不等了，我也不，我这个品就过掉了，不介绍了，随便说一嘴了，然后想拍的就去拍完事了啊。奶奶好呀，奶奶等着收就行。这个蛋糕，这个蛋糕是昨天剩的，昨天燕子给我买了一个10层的大蛋糕，老大了，花了2000多呢。不信，不信，不信。不行，伤了。没了是吗？刚才上面我就上面那个先生，嗯，雨涵，好嘞，我不介绍了啊，自行拍就完事。支持你家想拍猪大肠，嗯，我不卖猪大肠，我家公主搁家买的。嗯，这么晚还这么多人，对，也是在大家支持。辣椒和老许买的啥？辣椒和老许买的啥？我等会跟你说什么？我想把这个链接上上。这个是什么呢，老铁？一次性洗脸巾。一次性洗脸巾是干什么的呢？擦脸用的。应该现在有很多居居女孩或者是一些女孩子，老铁，在家里应该不会再用毛巾擦脸了，对不对，老铁？对。因为毛巾挂在浴室里的话，容易滋生细菌和螨虫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再擦脸的话，容易让脸上长痘痘，容易长粉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再去花昂贵的护肤品去护肤的话，很贵，是不是？也让自己不好看了，也痛苦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一次性洗脸巾呢，用一张抽一张，珍珠纹的啊，非常非常柔软，不掉毛，不掉絮。啊，不会滋生细菌和螨虫，非常非常干净。早上洗完脸之后就用它来擦脸，不要再用毛巾擦脸了啊，老铁们啊，从根源上杜绝这个痘痘和粉刺的这个滋生，这个生长，知道吧，老铁啊？用过咱们家洗脸巾的来波评价好不好用？好用，好用，打好用，不好用打不好用，来波真实反馈，铁子们啊。喝的是什么？喝的是大粉水啊。平常在外面买这一包是80抽，老铁，80抽。咱之前卖的桶装的，桶那个这个卷状的话是35抽的，这个是80抽，这一包顶之前的2包，好用好用，感谢老铁反馈啊，这一包顶之前的2包，之前19.93包，今天拍下19.9，我直接给你发4包上车来，给你这一包顶之前的2包。之前的一包，之前19.93包，咱们这一包顶之前的2包，等于说是19.9，等于说19.9了，老铁啊，19.9，右下角直接去拍，给你发4包啊，4包老铁，一包顶2包的这种啊，80抽的啊，右下角直接去拍，320张，320张。你一天用一张，老铁能用300来天，将近一年了。你一天用2张的话，你还得用半年，用半年了，老铁，多合适，这价格上哪买去，老铁？5包。这个那个洗发店，我那天去看了，25块钱，打完折，还是会员卡，打折。25块钱1包吗？对啊，80抽了一包。这么贵的吗？超市里25块钱1包，打完折，我说是会员。80抽的。这么贵的吗，老铁？你真的，你要经常逛街啊，经常你要是小女生的话，经常买这个东西的话，应该都知道，一次性洗脸巾真的在那个洗发店里，真的
很火很火的，就是内衣店都开始卖了。对，很多内衣店呀、洗发店呀、母婴店呀、商超里啊，都会有洗面巾的，25块钱一包。说实话，这是正常的价格。这80抽呢，老铁，可不是小包的啊，80抽19.9元，咱们直播间我直接给你发4卷，四包。320张，老铁，很合适的这价格，别要五了，好不好？别要五包了，行不行，铁子？这么多客户的呢，咋回事呀？都这个点了，你们都不睡觉的吗？啊，这满屏全是五。嗯，擦完脸，对，擦完脸你可以擦擦桌子，擦擦桌子，擦擦镜子，擦擦鞋都可以，老铁，要五包呀？都这个点了，老铁，11:30了，都是自家粉丝，看到这个点的。真的没外人，都自家人，老铁们，拼好你的手速，1000单行不行？1000单付款成功的，已经拍下这200单，还有接下来的800单，总共1000单下单成功的，我再加一包，发5包，上车来，给力，19.9元，五包，一包是80抽，5×8=40，400张，对吧，老铁？没算错吧？对，对，哎呀，今天我师傅很哇塞。400张，老爹，一天用一张，365天，你用1年多，一天用2张，你用200天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价格你上哪买去？婴幼儿可以用，它非常非常的柔软，非常非常的细腻啊，不掉毛，不掉屑，你给孩子擦屁股、擦身上、擦手、擦脸都可以啊，不掉毛，不掉屑，你怎么去扯它不会变形？多大尺寸？尺寸的话是20厘米×15.5厘米，擦整张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老铁们。啊，干湿两用，非常方便。卸妆用、擦脸用都可以，19.9元发5包，20厘米×15.5厘米，最后400单。发5包，1包80抽，最后400单是纸吗？它是洗脸巾、擦脸巾，一次性擦脸巾，代替毛巾用的。毛巾的话，是这样。嗯，对。毛巾的话，用很多人用毛巾擦脸，毛巾滋生细菌和螨虫，对皮肤不好。所以说，用擦脸巾非常有必要。嗯，爱干净的女生，家里有孩子的，对不对？当然男生也可以用啊，当然男生也是可以用的。男生的话，家居的必备品，老铁啊。王助理用吗？用啊，我厕所老是有时候也放一包，是吧？然后洗手间、床头是吧都有，嗯，回头我再偷两包，我放床头干嘛？你咋问这么明白？你放床头干什么？放床头，家居必备嘛，你就拿不得得放点，干湿两用，多么方便。我那客厅桌子都有。直播到几点？快了。嗯，这下了好多单，谢谢老铁，感谢您的支持啊！早早睡吧。几包？刚进来的老铁不知道几包是吧？老铁们，正儿八经的，这一包80抽的洗脸巾，在洗发店某城市你自己去看，这一包怎么着都得要你20块钱，20都是说少了，老铁，小辣椒在那个洗发店里看了25块钱一包，我说20都说少了，老铁，20块钱一包，咱们直播间19.9元一包、2包、3包。4包合适吧，老铁？合适。19.9元四包，一包才花5块钱。320张。5块钱一包，今天所有拍下付款成功的，听好了啊！最后还有300单，下单成功19.9元4包，再送一包5包，给力！最后300单。一包才花3.9元。我告诉你，3.9元一包，你买包抽纸多少钱，老铁？5块。来，你买包抽纸，这么一包抽纸都得5块钱。咱们这是洗脸巾，一包才花3.9元，老铁，多合适！你上哪能整去，老铁？上哪能买去？哎，这价格，快嘻嘻，这笔。这快手都快成快兮兮了都。播到几点？快了。几包？5包，19.9元发5包啊！400张。
400张，一包是80抽的，最后十个数啊，1000单了，老铁们，十个数下掉了。纯棉吗？嗯，它是以纯天然棉花为棉柔巾制作而成的棉柔巾干丝鸟肉，纯天然棉花为原材料，制作而成的棉柔巾，宝宝可以用。十个数下掉了啊，19.9发5包，10 19 9 8 8 7 7 6 6，最后5个数啊。有运费啊，个别地区可能有点运费，因为这个利润点太低了。为什么这个点卖呀，老弟？利润高能放这个点卖吗？19.9，5包，5 4 3 3 2 1 1包是80抽，5包19.9，不如我到家。400张，老铁啊，400张。